还有一对 CP 哦，那就是4月2日开播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由暴力美学朱亚文和优柔美人王丽坤联袂主演。特别想问他们，是不是主题曲都不用再创作了？我现在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现在的工作当中去，去对付我那个无头上司。最后还有网络剧《不可思议的德哥》和《网红猎人》陆续上线。德哥作为乡试喜剧代表人物，我倒想看看他要怎么让我不可思议。只要你清楚这个购物车，他就跟你去了。四海八荒，各路神仙，亲朋好友，四月精彩就在腾讯视频。好了，想要第一时间看剧游戏更新内容，手机用户请点击屏幕下方的那颗星星加入看单，电脑用户点击屏幕右上角或播放列表右上角星星加入看单，还可以用搜索栏全网搜哦，小伙伴们可以随意选择打开剧游戏的正确方式。